Department says Maria Flores, a native of Uvalde, was last seen near the town of Newt. The vehicle was recently刚好从厕所回来，哎，家庭住宅，怎么玩呢？这一把对面双双牌，我们这边上面两个鬼也是双牌，希望楼上那两个能好好沟通。嗨，啊，怎么有丽兰在我背后啊？这有毛病吧？一个开地洞，然后发出噪音，然后一个白痴。白痴，说的就是你，就是你。Fake move。他一定以为我是歪瓜，说奇怪，这人怎么看着，怎么知道我在那？那力量开局不知道为什么直接来撞我，他可能跟我有什么深仇大恨之类的。然后这边的地洞刚被你他妈冲他小，他是直接跑掉，那我就把这个给锁起来，然后这边摧毁掉。你现在在刺哦、喔？有屁用吗？你好开心欸。好，没关系，他帮我把这门破掉也行。摧毁300分，丽兰是刺我拿的175分，安娜开一个锁到两个锁。这位先生，你要转走喽？啊？哦，我要去楼上，我要去楼上，不能在这晃。有砍到，只是我血瓶是满的，所以他看不出，所以看不出来。这门也被撞开了吗 ？OK， 他们帮我破门。这就是羁绊的力量吗？幸存者们，帮帮我！他每次都在那边挖，有毛病。康妮，你知道这边都没有门了吗？你知道没有门了吗？感谢你的美好队友吧，你！感谢你的丽兰，为了刺我那一刀，把那门撞开。不用谢我，不是我，我什么都没做。他管从这边上去了，只是他要去哪？Pressure valve, pressure valve。Anna jumped the well。这门是被打开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锁起来的。那 He Tracker 在外面晃干嘛？我刚刚看那是人吗？他钻缝过去那个皮脸房，追不了这地方追不了。多破几个门吧。那这两个鬼是怎样？50分没有动过，是在挂机是不是？不是，吼，好，我刚才以为肠子不干净，拜托，
是的，砍到了。他应该血量不高了吧？被 Johnny 砍了三刀有。Push a valve, please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三少一直在外面守，我不知道他在守谁，但是。他又跳下去了，说三少到底想干嘛、啊？我搞不懂，三少到底想干嘛？你他妈走爽没？我把你扣在这边定了。那边的锁应该是没开的，所以我就这边。他上去了吗？应该上去了吧。欸、靠腰啊，卡三小。P-Tracker 在这边，我真的觉得家属要有办法把那个东西给拔掉，就是压力把手。你要跟我玩这招几次？另外一个家伙嘞？锯掉。哦，头好痛哦！除非那个 Hitchhiker 帮我死守压力阀，不然我真的是很难想到办法。他看起来是要帮我死守了啦，那就还算 OK 吗？Johnny 好像也是在死守那个保险丝，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玩，但是对他死守，我搞不懂。不行不行，头好痛哦！跳窗了 ，front door， they jump。I'm heading over there。发电机不在这。你跳井吧，兄弟！再见。安娜应该没跳吧，因为我听到跳窗的声音。但是，如果说安娜有跳的话，照理来讲，我应该会听到，要么就是跳的声音跟丽兰的位置是不重合的，要么就是，我会看到两个声音。然后这个被打开 ，Watch out the kitchen，nice， 好样的，剩下丽兰喽。干你俩这样，那两个人真的是把我们关监狱哎。我听到丽兰的声音了、啊，在楼上，应该是被砍了吧？Fuse 没有开。说起来，就是他们打开了压力阀，他们也还是要做，也是要开锁才能离开、欸。真的假的？
哦，把他弄死了，他怎么在外面 ？That's just weird as fuck. Alright, anyway, 守住了四个都死了，没有人逃得出去。不是这个强尼跟三少的手法挺有意思的。有人看得懂他们的手法是怎样的吗？因为我看不懂，但是结论就是他们守住了，对吧？结论就是他们守住，他们只有成功守住。概念是什么啊？为什么要这样子搞都可以守得住啊？那个三少前半场都在外面闲晃，那强尼后半场也是，他们都有一个人在外面晃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对吧？我不懂，完全不懂。你以为这边都可以互伤吗？先聚了，丽兰在中房下。看到，他上去了吗？哦，没，他没上去。没有，他没有。OK， 他那方向看也是要往那个后后房。你他妈啦！你他妈啦你！啊，这边这边，丽兰死了。去啊！哎，丽兰没死，丽兰是被撞倒。丽兰死了，丽兰 is dead。